我这种天才选手，我跟你说，基本上就是玩啥就会啥，真的，学一遍就会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是时候让他们看看谁才是最强的了。看见没有？这小 Q。注意周围的环境，我现在周围湿漉漉、黏糊糊，而且说不定全是水蛭。全军出击！俺们家四个征服者，我想起了发现伊克林精神墓穴的经历。从这边下来呀，你从那边下来容易让人蹲，你知道吧？那位置其实挺不好。听着，有一个德玛希尔人我喜欢的。提过我吗？别怕，兄弟。我先给你加血。我这 EJ 呀，我跟你们说，可能会有点小问题啊。就对线期可能会有点小问题。我很开心，战胜邪恶，生活美好。先控控线啊，打着 ADC 果然啊，就是得精神集中。现在外面有点吵，有点没有办法让我精神集中。我们前期就发育就行了，其实。Nice， 上路传来捷报。28刀，27刀，还可以接受啊。互换技能。咱也不推线，哎，咱们就在塔下一站。慢慢抠，哎，反正卡莎也是一个要发育的英雄，你知道吧？只要你有本事，就不需要什么运气。慢慢发育，我们家优势，哼。
个。可以。这可挺费蓝的，这英雄啊。这英雄可挺费蓝的，我这一看呢。怎么个啦？放松，一直以来我都是闭着眼睛进行远距离传送。莫格拉怎么能把你俩给秀了呢？治疗呢？给不着啊，那给瞎子应该给不着吧？卡莎出女神之泪了吧？我这2400可以啊。来个皮海，我们比卡莎多了50块，不是50块，300块。正常 EG 多长时间磨漆算是可以的，你们觉得？当世界处于毁灭的边缘，是我大显身手的时候。这莫格拉可挺克着派克呀、啊！确实有点克他，我感觉。没事，可以接受，兄弟，我加血还没用呢。真的，这莫甘娜有点克这个派克，我发现。他的钩还有 E 全部都没用。不过我补刀是真好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这补刀，我的补刀包括我的操作，我感觉真的有那种王者的水准，就离王者只差就是一个辅助，真的。给我一个辅助，直接起飞。就是没皮肤这一阵。
拿下来了，可以，龙拿下来就行。我讨厌偷这个字。其实我应该在这里插个针眼儿。兄弟们，是不是走的有点远了？哎呀，这位置。哎，我可真烧啊！我发现我，莫干那去了啊，兄弟们。哎，负 E 负 W 呢？这英雄，忘记看了，刚才加点应该是负 E。复议的王者加点，杀 ADC 呀，真能跑啊！镀层即将脱落了，我觉得我得吃几层镀层啊。这又上野区去了，这瞎子。哎，虚服了，这个人头。你们的我就不上了，好吧，给个助攻也行啊。回家，哎呦我操，我无敌了，哎呀我这 EJ 玩的，哎呀太猛了，蓝炼汉呐，这 EJ 给你玩的 EJ 呀 EJ 呀，猛啊蓝炼汉，太猛了。只要你有本事，不需要什么。
下路搜兵。真太猛了，我老长时间没玩过 EZ 了都，我这特别长时间没玩过这英雄。我从不失手，但我会通过自己的去中路啊，优势出三项不出，我就优势我都不出那玩意儿了，太贵了，又贵又脆，不划算。哎呦我操，兄弟，这卡特琳呐有点恶心呐。不过这波团战我们是赢了啊，太恶心了卡特琳呐，哎呀真的是恶心，二杠八的把我秒了。二杠八的卡特琳娜都能把我给秒了，可见这 ADC 现在确实是不太行，必须得出死亡之舞，要不然这保命还是差了点。安全的路就是无聊的路，我应该马上磨切了。后期我 C 好吧兄弟们，这人头给的后期我 C 磨切了，马上差不多734，可以差一个 OK， 19分钟还可以。我打他已经很痛了啊，兄弟们，把二塔拆了。这英雄只要不送，我跟你们说，就是狠的。来点魔抗，19分钟磨切，18分钟吧，18分钟磨切，是不是还行？马上我12级，170来刀，全场除了呢鱼啊，
其他人跟我补刀，没有我补刀多。哎，换了一个。把他跳弹给他打了，要打小龙啊，小龙这的大招有伤害这么低吗？清个兵都清不掉啊，后排兵两个都清不掉。大蛇是不是应该小心点啊？大蛇呀，炼金跟他就去玩的嘛。俺们主要在中路收线啊，然后没事的时候支援一个大招就差不多了。大龙啊，可以试试给蛇女儿吧。你这个莫干了，你还敢往这边跑？这莫干了，行啊。死亡之母了吧？哎呦我操，太猛了，拉力还23分钟闪电套，哎呦我，你的虚区绝对是全场第一。我第一把玩这个伊泽队啊，就能这么猛。23分钟闪电套，嗨呀！现在谁也杀不了我，我可以膨胀膨胀。大蛇挺不留情面的，大蛇。上的好，兄弟们，先开打，先开打，先开打呀！
嘿，我杀你这不随便杀吗？Double Q， 哎，我又我无敌了，我操，就剩我一个了。干哈呢？这都是晒不晒啊？哎呀，晒不晒？狠不狠？这也就是卡特琳娜来了，太狠了，必须得狠。把小龙打了，不是闪现补伤害，闪现躲十个技能啊！闪现，哎呦我水龙龙魂。干啥去了这？呀，等一等再打呗，不要着急呀这。来是啊，兄弟们。把家拆了吧，杀他，给我杀！兜，你来吧。我们 EZ 的收声，把他拿下。